既然你这么想要倒，那我就让你倒吧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金哦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 欢迎回来原始恐惧魔族呀。那如各位所见呢，你们看到这个地上呢，应该是说周遭啦，不是地上，周遭所有恐龙都消失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老头把它全部弄不见了。好呀，目的就是想要就是把新的恐龙添进来，旧的恐龙就暂时让它先离去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不然的话，每次回来都看到一大堆旧有的恐龙，其实还蛮碍眼的。我打算把这边全部都填满，就是恐惧原始恐惧模组里面的恐龙，啊，这样看起来会比较一致一点，不然的话，一下是旧版本的，一下是新版本的，这样交错其实看起来蛮乱的。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先把这些恐龙暂时先放在这个地方，让他们休息一下。那我们今天依旧也是要去外面探索，找一下新的恐龙哈。那在出发之前，老头呢先跟各位说明一下，这次我们出发前带了什么东西出门啊？首先呢是我们要带新的饲料，就是新的喂食恐龙的饲料出门哈。因为呢，该怎么讲？如各位上一集所见。啊，毒系的恐龙是必须吃这个血来驯服的，然后一般的某一些恐龙是吃肉或者是果实啊，就是类似像是传说级还是顶尖级的恐龙，他们可以直接吃肉或果实，但是还有一些特殊能力的恐龙呢，他们是不能用这种方式驯服的，他们是需要吃饲料，有没有看见？这上面五个全部都是饲料，哎，没有，应该是三个饲料，两个应该是合成用的吧？哎，不对哦，五个都是饲料哦，但是今天老头带三个出门就好了，因为另外两个饲料基本上是 BOSS 级在吃的，我们基本上没有那么快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慢慢来。好，第一个饲料是这一个啊，这个蓝色的，它所要的材料呢是很多羽毛跟很多的血啊，三种啊，三种血。啊，毒血啊，原始的血，然后那个我不会念，金色的血啊，还有阿法的血哦，总共是，哎，不是哦，不是哦，我看错了哦，阿法血跟顶尖的血，然后原始的血跟毒的血要四种血啊，然后再来哦，还有那个什么 F A B L E D 应该是传说的意思吧，啊，随便拿啊，反正就是几种血跟羽毛才可以做一个，而且材料又超多，还要通用的上古神器啊。这种东西真的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做，这个也是以此类推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的概念啦，啊，这个饲料也是差不多，彩虹饲料，啊，这个彩虹饲料要的东西就更少了，不过应该算是更上一层楼，算是蛮通用的饲料吧，因为它要的材料少，所以说这可能应该是算基础。那剩下另外两种呢，这个呢就是要喂 BOSS 用的。哦，只要一个就可以驯服了啊，哦，这个也是啊，哦，可我们应该是不会先做这个啦，因为我们应该基本上还不会那么早遇到吧，还是说他要用召唤的方式也说不定。总而言之，我们今天就先带这三个啊，然后老头呢一如往常的一样委托了哥们啊，我们获得了这几样，获得了这三样饲料啊，这个是官方的，这个不要理他，好，这放后面一点，总共是彩虹饲料、蓝饲料跟黑饲料。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带这三个饲料出门，好不好？那在出门之前呢，我觉得我应该也要先换个装备啦。好，我们这个是最原始的装备嘛，我们来稍微换一下哈。它这个模组里面呢，也是有装备可以穿的啊。不过呢，目前乍看之下好像只有金属类，好像只有金属类而已。那金属类也有分顶尖、精英跟原始啊。这应该是念 Premi 吧，对不对？ Premi 嘛，就是原始的意思。如果我有错误，请更正啊，拜托，请更正，感谢你啊。那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材料呢，基本上都只差血了，有没有？它这边 Alpha 的血量啊，精英血啊，顶尖的血啊，然后原始的血。不过我们好像没有原始的血吧？我们目前就只有 Alpha 血可以拿来堪用了。那我们把 Alpha 血丢进来，我们先做一套精英装备好了。好不好？嗯，鞋子、手套啊，头盔还没点。好吧，我们先做一套出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是如何啊。其实我老头还不知道这个效果是干嘛的 啊。它上面只有说明说，就是用血做出来的装备，每一个说明好像都是这个样子，所以说它没有什么特殊能力吧，也没显示
不过每一件装备呢，护甲值都是200，所以说加起来总共是1000啊。我们把它穿上去啊，穿上去应该不会宕机吧？哦，有了，沾满血汁的铠甲装备。哎呦，啊，为什么只有护腿没事啊？护腿前面居然是白色的，为什么啊？没关系，哎，不过这样还蛮炫炮的，我的护甲瞬间多了，瞬间变成1000。啊，有这身装备应该感觉蛮屌的。啊，我们今天就穿这个装备，刚好配上我们的阿根廷军衣，耶，感觉就像红色骑士有没有？啊，红色骑士来了。OK， 我们该带的东西都带了哈，我们准备出门。啊，待会遇到什么新恐龙呢？我们再把镜头给转换过来哈。啊，我们就先暂时先切掉我们的画面。啊，不用了，才正准备讲而已，就两只了。欸，这个是一般的精英啊，这个不要理他。这边有一只精英三角龙，要不要把它带回家？欸，为什么不能看啊？阿法的三角龙，怎么下不来啊？我们直接先抓这一只好了，一发入魂。啊，这一只是阿法的嘛？阿法的话吃生肉就好了。啊，给他刻一下这个。哎，不能吃啊，果实是不是？搞错了，抱歉。哦，不用给你太多啦。啊，赶快驯服，要把你带回家，先把你带回家才是重点。啊，来，回家喽！回家回家，啾！好的。啊，忘记把那个口哨吹一下了，算了，不管他。OK， 我们继续哈，咱们继续。哦，哇，才刚飞一下而已，哇，大型飞行宠出现了，啊，哎，不要追我，不要追我，等一下，我想要看一下它是什么属性的，哇。欸，这个很一般的啊，野生的嘟嘟飞龙，应该是没有必要留吧？我觉得这种很一般的，就直接把它杀掉，好不好？各位说好不好？欸，那边有一只飞龙，那边有一只飞龙，我们把这只杀掉，单挑，咬死你！哇，咬不到啊，速度惊人啊！欸，它飞太快了，打不到啊！有咬到，咬到，咬到！我应该是不会死吧？可恶可恶，我觉得有点危险。哥觉得有点危险，我们先把它射下来好了。欸，快要没射到，该死了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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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只就不要抓了啦，这只没有特殊能力啊，啊，我们就不带走了，把它咬死就好了，咬死你！哦，那边有一只飞龙，我蛮想抓的。你看这飞龙在跳什么华尔兹啊？飞龙哥，振作点好不好？你现在是宿醉吗？啊，咱们的飞龙居然宿醉了，是吧？既然你这么想要倒，那我就让你倒吧。呜呼！那，啊，把他带走，把他带走。好笑哦，他晕倒的样子。奇怪啊，他们是直接晕，欸，这是直接叫喷火龙，欸，难道做这个也是恐惧模组的东西？然后我们刚刚杀死 BOSS， 他不是有掉这个吗？那个在哪里啊？他不是有掉这个？难道是给他吃的吗？有没有？给他刻一下好了，欸，不能吃，欸，这是干嘛的啊？不知道。然后我们喂他吃肉好了，欸，这经验值不要理他，这个小怪的就是经验值，可以抓吗？不行。丢饲料给他，这个饲料他也不吃，所以说这到底要怎么驯服啊？彩虹饲料，彩虹饲料不克，吃血，血也不吃，哇！这种恐龙纯粹就只是抓好玩的，欸，不是晕好玩的吗？欸，对啊，真的都不吃，欸，我已经分身乏术了。等一下，该不会这个是另外之前还？该不会这个是我们还没带出来的那个饲料吧？因为我本来就不打算带那个饲料出来啊，因为
那个东西之后再说吧，会不会是吃那个东西啊？搞不好真的是那个东西耶、欸。那算了，我们先把他杀死好了。拜拜。啊！哦，然后又给我五瓶奇怪的东西。哦，刚刚是掉什么？多个纸啊、哦！这个龙头不要理他啊、哦！这个龙头直接丢掉了。好，好吧，算了，继续找，继续找，还有的玩呢。OK， 各位兄弟们，我们回来了。各位看见这个有没有？这个颜色有点奇怪的嘟嘟飞龙啊，哇，感觉蛮酷的哎。这只嘟嘟飞龙是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阿法等级的嘟嘟飞龙，要不要带一只走啊？然后这一只狮身蝎尾兽就不要理它了，啊，基本上没办法抓，我们就带这只嘟嘟飞龙走好了。啊，各位应该一致上同意要把它带走吧？好不好？我们先找一个安全的地点，啊。我们自己来清一道血路出来，啊，站在这里好了，这边看起来蛮安全的，啊，我们直接用我们狙击枪把它射下来，狙击枪应该射得到，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一招毙命，哎、欸，真的好好用哦，狙击枪真的超好用的、欸，啊，晕倒了晕倒了，阿法的话应该就直接吃肉就好了，啊。啊我们就把这只带走，走开呀、啊！来吧，来吧，给我，给我更多啊！你看躺在这个地方，阿法等级的，丢肉给你吃。嗯，奇怪，阿法等级不是吃肉吗？你该不会吃血吧？不可能啊！肉到底要怎么抓啊？我们把饲料全部都请上去了，他就是不吃。血也请上去给你了，果实、大腿肉。该刻的都给你了，你现在给我看这一出，哎、欸，是不是有一些真的不能抓、啊？阿法的血啊，对啊，就只给阿法的血，然后没了。阿法的血跟这个奇怪的药剂，对不对？这上面是说给这种原始恐惧 BOSS 所使用的，太怪了吧？算了，不管，我们继续找，我们继续找。阿法与暴龙总可以了吧？我说阿法与暴龙总可以抓的吧？我想再不行，就真的有问题了。阿法阿根廷，把你们弄死，把你们弄死。好好，清一下，清一下。走开啊！咬死你！这个应该就行了吧？阿法与暴龙，哎、欸，我卡住了，没理由不行。肉，对啊，这个他就吃，那我敢保证，一定是 bug 的问题。那这个就行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颜色还蛮屌的，我喜欢。我们先把它带回家，待会再说。啊，带回去，带回去。然后那边一只发光的那个是精英牛龙吧？我们刚刚看到那只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比它这个没办法抓，精英牛龙貌似没办法抓的样子，我们就不带走了。哎，那什么？哎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惊人一声！哎，那边有一只驯鹿哎，而且那只驯鹿的鼻子是红色的，好可爱哦，抓一下。哎，然后前面也有一只狮鹫兽，哇，好多好多啊，抓不完，抓不完的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狩猎时间，咬屁咬、哦！哎哎哎哎哎哎，干什么东西？反击啊！干什么？这些八七不会反击啊！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怎么抓哈，应该是不会波及到我们吧？什么声音啊？怎么一直会有奇怪的声音？对啦，果然是吃果实的，抓起来了。哇，好大只哦！可是它需要鞍才可以骑乘呢，一样把它带回家。嘿嘿嘿，带回家。怎么会有奇怪的声音？
是那一只狮鹫兽发出来的吗？雷霆狮鹫兽，雷霆狮鹫兽，什么声音啊？哎，那什么，我看到了什么东西在飞？哇！哈哈，这边怎么会有啊？走开哦！哎，我们去看一下刚刚那个，这个好酷哦！这什么东西？血虫，把它杀掉。哦，这个就是像是那个路边可以直接杀掉获得所有血的那个虫虫，哎，好酷哦！哎，真的很酷哎，免费送血是吧？就是有点类似像吸血虫，它吸了一堆恐龙的血，然后你把它杀掉，啊，可以获得这些血这样子。没中，没中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。应该不会再有特效的声音了吧？对，没有了。那事实证明了，真的是他那边是他发出来的特效啊，他发出来的特效还那么酷啊！欸，第一次抓到有属性的，哦，应该是说第二种属性啊。第一种毒属性我们已经抓到了吧？这一只狮鹫兽是雷霆属性是吗？雷 L I G H T 雷霆嘛，对不对？嘿，雷霆狮鹫兽你好。Hello， 开抓开抓，你吃血吗？不吃。你吃饲料吗？不吃。你应该是吃肉的。嗯，大腿肉。哎，果实。哇，挑食了哦，你这小淘气，你到底吃什么？哇，他吃彩色饲料啊！哎，我们入手，我们入手了。不用按，直接起。这么劲爆，完了负重了。我们先等他的那个负重结束哈，哇，他这个特效做得还不错啊，就是感觉一种能量一直不断往体内吸的那种感觉。啊，我们先点一下他的负重啊，负重3900还不够，有了，这样够了，不需要安呢，这家伙。哦，不错哦，可是转弯有点慢呢、啊。又一件是什么？哦。破坏死光，呜啦！欸，可以喷得到，喷这只看看好了。哇，伤害有够大的，还好不会喷到自己啊。好像很多模组有一些做不好都喷到自己。C 键呢没功能，那这个顾名思义应该也是能够俯冲啦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只也是可以俯冲的。这个会不会喷到自己啊？哎，还好，它这个不会伤害到自己的恐龙哦。好家在，原来有属性的恐龙是吃彩虹饲料，那其他两个待会再验证哦。啊，最起码我们抓到了啦，总比什么都没抓到好吧？对不对？啊，那边有一只速度的那个狮鹫兽啊！哇，怎么那么多属性啊？这根本就是起源模组嘛！啊，起源模组 XD 哦，随便乱讲的。哎，不对哦，这不是速度型哦，这个是我们现在身上这个蓝色饲料的狮鹫兽哦。我们来抓，抓抓抓抓抓，直接抓了。哎，为什么前面有这个 IE 啊？哇，这是怎样？哎，这个标记可以弄掉吗？卡住我了。啊，算了，我重开一下好，待会回来。OK， 我们回来了哈，那个标的终于不见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啊，废话不多说，立马把它抓下来。什么声音啊？什么声音那么吵啊？抓，欸，没射到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落下，落下。走开哦！来来，我们抓那一只，我们抓那一只。通通都别过来，这一只是我的，这没有意外，应该是吃这个，应该就忙起来了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起来了，起来了！哇，血量居然有41万啊！负重13500，攻击1000出啊，应该是可以直接上来。咱们来看一下的威力，速度又够快，你的速度比我们阿根廷还屌哎、欸！
哇，龙袭，超屌龙袭！这龙袭喷一下看伤害多少啊？哇，喷一下17000哦，欸，很高欸，我说真的，这只很高，欸，这只好强哦。血量会不会自己补血啊？不会，一样是要吃，一样是要给他吃药。好，那让他慢慢补。然后攻击力，攻击力每个单位加100多到200左右，太夸张了。移动速度先暂时不点，他真的飞太快了。这个速度很 OK 啊。左键 ，C 键是另外一个龙袭哦。哦，他有两种龙袭耶，好屌哦。俯冲加龙袭可不可以？哈哈，哎，他俯冲的速度好快哦。喂，要怎么俯冲攻击？我忘记了，有点久了。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。在哪里？有没有目标可以让我打？我看那边有一只大目标，大雷龙。呀，没伤害。再一次。呀，我不会做攻击耶，我忘记这只怎么俯冲做伤害了。哦，右键。右键是直接喷啊，不对啊！哎，发生什么事？好好的，不要乱动嘛，好不好？俯冲左键。啊，算了，放弃了。哇，这只真的有强，有强到有强到。好了，喜新厌旧了，喜新厌旧了。阿根廷，你可以回去休息了。哇，他的鞍好酷哦，圣诞树的那种，圣诞风格的那种鞍呢，哦，一样是会飞，啊，攻击就一声，右键，哇，新年快乐，哦，不是，是圣诞节快乐，哎，按右键之后加速超快的，哇，终极加速，什么声音？我怎么听到哗？怎么会有哗的声音？哗。三小，那个声音真的吓到我了。我说真的，滑什么？滑什么？好恐怖的声音哦！在哪里？从哪里传来的？还有那个声音吗？滑，欸，没了。刚才那个声音好恐怖哦！好不好走了？不管了，怎么还有？这到底是从谁哪边传出来的滑啊 ？C 键的没功能，好恐怖哦！这恐怖游戏吗？怎么一直会有滑的声音？啊，算了，放弃，我们走，冲啊，回家咯。哦，这边还有高级的雷龙，哎，我们家在哪里啊？我们家在这里，应该差不多啦。Alpha 的速度比较快而已啊。但是攻击速度好慢哦。C 键。啊，受恐惧了。就只是能力上升的一个形式而已啊。啊，能力上升的一个形式没有太大的改变。然后是阿法属性的。三角龙，欸，我们刚才三角嘛，三角龙应该也是以此类推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直接给他上安。啊，上安之后就把他搁置在旁边吧。啊，他的安在哪里？他安在这里。来，对，没有什么特殊能力，他就跟这个毒属性的三角龙是一样的。啊，已经不期不待，没有伤害了。好，把它放在这里。OK， 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结束了哈。那之后呢，我们会抓更多哦。我们现在已经有两只19兽，我现在才发现。啊，还好他们都不需要做，他们不需要安，真的实在太方便了。啊，这只就放这里啊，装饰一下。好，下一集没有意外的话，我们应该会直接带这一只去啊。这只真的太强了，这只真的很强，好不好？这只夸张到不行，速度又很快，我喜欢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或者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，原始恐惧模组再见啦，拜拜。